看一下，老师有没有用过档案总管以外的这种档案管理的工具？好像天生以来只有跟微软是朋友。哈哈哈，其实还有很多管理工具不错，因为其实档案总管虽然它好不容易有一些改进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说呢，档案总管从1998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，没有太多新的功能，一直到 Vista 以后，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界面上才有比较大的革新。好，那您现在看呢，你看我现在用的档案总管是长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先问一下老师，您家里面的那个电脑的萤幕啊，是跟我们这边一样细细嘎嘎的，还是宽萤幕？现在大家差不多买都是宽萤幕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觉得你的宽萤幕应该怎么用会比较占用空间啊？你看，如果我拿来上网，我拿来上网的话，比如说你看我随便找一个网页好了，你平常上网会看这么宽吗？不见得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网页只有什么，像我们这边一样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部分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左右旁边都留白吗？哎，那怎么办？啊，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啊，哈哈哈，这就好了。其实我们现在萤幕比较大的时候，你可以占用一下空间。那16:9大部分我们就是会有一部分没用到，会有一部分没用到，所以像我现在就会比较喜欢，尤其是也有自己占也许不是那么适合，但是16:9的我们的档案总管就可以把它分成左右两边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分成左右两边，那你看哦，假设我今天我从这边假设我放在 F 好了，对，你看这两边，如果说我今天有个档案我想从这边丢过去的，我就点到它，这样丢过来，这样丢过来掉，有没有？哎，就可以抠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比较快，而且你看哦，我上面这里有没有好像网页这样的标签，我们讲的页签，我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贴到别的目录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比内建的好？因为我们现在浏览器都有那个分页啦，为什么档案总管不能有分页？对啊，这样不是比较好用吗？哦，所以你这边你看我增加一个分页，我就可以在这边按我工作的时候需要哪些，我可以向左右边的切换，或者是上页的切换，就很单纯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老师网页里面有什么功能？我的最爱，好，对不对？那么这里有没有我的最爱？当然要有啊，你平常常去出没的地点，是不是点一下就过去比较快？哎，所以比如我要找到我的虚拟系统，这点一下就过来了。好，这里就我的最爱，我的文件资料一点就过来了，这样是不是就快很多？好，你就不用像我们这边，虽然它现在这个也不错，也可以这样上跳，但是你总是要找是比较不容易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是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参考。那这个软体呢我们已经摆在上面的哈，也是一样不用安装的，所以您到相关软体里面进来之后，这里有个档案总管片，好，档案总管片我把它放大一点，好，老师们看到这个我已经把它加缩好了，好，这是下面这个，好，这个你把它下载下来，你看只有一点点大小而已，这不用安装。好，所以呢如果你要做备份也很单纯，那因为这是 IE9， 所以在存档的时候它出现在下面，好，这样老师您可以把它解压缩试看看，你看我像我这里的，我把它放到这个是我的绿色软体里面 FS 卡里面，对，你解开之后就是直接这个就可以用。好，所以我把画面传给老师，明天再参考看看，在这个档案总管篇哈，说您的这个资料夹，我这个资料夹不要了，你就可以按右键，你可以把它关闭，有没有？但是你可以锁住啊，你可以把它锁定，那锁定的话代表就是标签不会被关掉，就会留着。所以你看我把它关闭的时候，它就变这样。那像这个还有一个好处，有什么好处？平常老师我们把这个档案总管如果关掉，假设我现在在这里档案总管关掉之后，那下次会不会进来了？就知道再重来一次，可是我们这个不会哦。你看我把它关掉，那我再把它重新打开，有没有发现要回来原来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老师您在就是说，比如说你今天
还没有做完，明天要继续做的时候，模具打开就可以继续做了。我不要再把那些资料夹再怎么样再弄回来。那如果说老师这个资料夹常常在用，哦，常常在用，你就可以从这边加到我的最爱。哎，要不要？没有，他就问你要不要。如果啊是的，这边就跑出一个。哎，那万一你有错了，你就在这边编辑啊。比如说像我刚刚这边不常用到，点到它这里有个叉叉，这样就可以把它清掉了。所以你的我的最爱这边就不会再出现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打算，因为老师的资料夹应该也是放很多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如果说你把它分门别类整理好，那你见到那个资料夹就把它常用的，我们就把它加到了资料夹，以后也还蛮好用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到底资料夹本身哈，这个中间可以拉动，但是你这样呢，有时候你可能比较不方便，你可以按右键，有没有？它可以看百分之多少，75%就比较多，还是说我这边就0%，那就只剩一个。哎，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时候，你可以像这样去使用。现在我都是开一半一半的，好，开一半一半哦，这样就比较方便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你也可以直接去简单。如果老师要增加新的，就按右键新增它的资料夹就好。哎，那它就又多开一个出来。好，我想老师您透过这个方式，可以发现说，哎，档案中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改进的更好一点，啊，更好一点哈。那我把它还给大家。